这波，这波是啊，纪刚，这波反应，哇，年纪到了，年纪到了，这波要算你失误吗？好了，年纪到了，没操作没到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帮你说话，你要看到血流成河。二十几岁中单，还曾经拿过世界冠军、APL 冠军，然后在这个位置被刀，这种事情要我教你吗？是你这边四个人有小青、有顺仪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啊，这种事情要我教你，就算莉莉安今天二闪，你也是死的，你也是死的。这种事情你不需要我告诉你吧？哈，还要我教你？哦，这样有效吗？这样有血流成河吗？你喜欢吗？你喜欢这个风格吗，老哥？做不到这种反应，你不要打中路，你该打辅助，去隔壁去打辅助。你这个反应不行了。这种你都按不到，跟你讲打什么中路啊？哎，检讨一下啊，老哥。哎，有啊有啊，这样有效吗？这是你喜欢的风格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